开始嘛。我感觉到穿这种衣饰片了。对。我觉得很好。之前呢，我时常抽筋，晚上睡觉时常抽筋，抽到很痛。现在呢，就少了很多。有时站久一点又腰酸不痛，现在就也减了，减少很多了，也比较不会累了。是。因为有时去冷地方呢，我就冷到发抖。我穿了这条裤呢，又不会冷了。这个保温对我很有帮助。我只是穿到两个月。所以我现在见到那些安迪，我就跟他讲，这个很好很好的产品，你应该用。安迪就问我怎样好话，我讲我的好话给他听了，他试呗。我试啊，我说不如你试试看。这样哦，哎，我现在很值得穿啊，所以我见到人我会跟他介绍。我今年已经80岁了。哇，我妈妈看不出80岁。好了，妈妈，这样谢谢你哦。刚才有讲到那个腰酸骨痛也有帮到哦。有帮到。然后上楼梯脚又会比较轻。然后站久脚不会这样累咯。然后还有是抽筋又帮到很多。然后去冷气房不怕冷。这样帮到你很多了，这样你的见证可以帮到很多人，谢谢妈妈。好。